记得我当年都还去排队2个小时买了2斤肉，哎，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很小，我都不会怎么选肉的。周围的人说："哎，你选的好，选的好"，我都不知道真的是好还是不好，那个印象还特别深。因为那个肉的话，我带回家的时候，跟小伙伴玩的时候掉地上了，回来被老爸批评了，哎，所以说的话，印象很深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中国人真正吃饱饭，还得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算起。那是因为中美建交，美国提供了技术，在中国建了大概是13座氮肥厂。从此以后，中国人吃饱了饭，这得感谢哈勃，弗里茨·哈勃，在1909年发明了氮肥，这跟袁隆平没啥关系。有的人说中国人吃饱饭是因为袁隆平，完全是胡扯。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很没有良心的民族，谁对他好，谁让他吃上饭了，他不会说人家好，他仍是转移目标。你比如说，明明是咱们接受了美国的这个氮肥的这种办法，就是氮肥使粮食的产量提高了，偏要说他是袁隆平的贡献。再要你看看，谁对中国好，对中国有帮助，咱们全恨这个；谁欺负中国，越打你打得狠，哎，越对人家好。你看俄罗斯对中国的有多狠呢？把中国人欺负的成什么样？拿中国人都不当人看，当畜生。他们占领中国的土地，不但不归还，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把这个土地上的原住民都轰到海里，全部都屠杀。越是这样，中国越管他们认贼作父啊，越管他们叫亲爹，对他们特别特别的好。你看美国对中国人的帮助这么大，咱们对美国人有一句感谢的话吗？再有日本，这个咱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是不是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最大？当然，过去的日本侵华也是有一定原因的，是吧？侵华那是已经都过去的事儿了。对中国帮助最大的是日本和美国，但是咱们呢，对日本和美国只有仇恨，没有一点是这个对人尊敬，对人感恩，没有一丁点儿。我发现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也看不懂一些中国政府的做法，比如说，给某某国，那个援助啊，某某国明明对我们不好，为什么我们对他很好啊？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你没有分清你们和我们。人家分得很清，你们是你们，我们是我们。中国这个民族啊，就是在黄河党的统治之下，把人的脑子呢都给学坏了。教育从幼儿园开始都进行邪恶教育，教育让你啊恨着恩人，感谢仇人，就是这么一种教育办法。你看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两国，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呢，乌克兰的武器，包括这个航母，是吧，都卖给中国了。这专家请到中国来，高薪聘请过来，帮助你在军事方面，帮助你搞建设。
造飞机、造船呢，造一些杀人的武器。现在说这个乌克兰的在中国，援助最多了吧，在军事这方面。但是呢，当俄罗斯跟乌克兰一开战的时候，从每个人的角度讲，都盼着这个俄罗斯打赢了，把乌克兰快些灭了，快些把乌克兰占上了，都是这想法，真邪恶呀！凡事总而言之，中国是出于邪恶就支持谁，出于仁义，谁又不是家人，很都是这么打的之恋。你看过去这个本拉登、萨达姆，哎，咱们就支持这样一帮子这个混蛋、王八蛋。原来这个波尔布特，你看那个西汉鲁克新王来中国避难，在这么多年支持一个红色高棉，红色高棉在那个柬埔寨杀了多少人，是不是？他们支持他们，支持他们杀人，尤其是华人，他们杀多少？需要再次顾，咱们也想帮助他，支持他，结果让他们本国的人民揭竿起来，正开着会呢，把人夫妻全拉出去上绞刑架了，是吧？人家国家的底人民呢，不听你中国的白话，人家该怎么处决，怎么处决？中共老是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，老想当全世界的老大。现在老大让美国当，他不服气儿。你让中国当，你试试，他会那个什么鸡巴样呢？他能好了吗？他更就不得人心，更好不了。那么更得黑白颠倒了，都跟那个吊刀郎唱的歌似的，更得说成那个。罗刹我了。有些事啊，表面上支持，实际上支不支持呢还不一定。有些事情呢，表面上反对，他真的反对吗也不一定。他支持本拉登，支持邪恶，那他为什么又把钱又把人弄去美国呢？这不是对美国的支持吗？把钱和人送去美国，只若他们家里人大姨太太、二姨太太、小姨太太都送到美国，把他们子女呢都送到美国，当时过好日子去了，把钱弄到那儿，当时他们家属都去了美国，他得花钱呢，他钱不弄那儿他怎么办？他嘴上说是反美，实际上骨子里他也在反美，但是呢，想往人家美国的生活好，人家那叫民主，只是在那儿活，在那儿过日子，将来他自己呢，他有希望，他的子孙万代才能够在那儿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把他们子女呢，当然要弄到好的地方，能够存活的地方，到那儿去生活。他天天说苏联好，天天跟朝鲜好，跟那个非洲也特别的交情莫逆那么好。非洲的黑鬼到中国来上学，来一个人都对他们给若干钱的，给0.5块钱一天的。就是和20万，还给他们三个女学伴陪他们读书，中国的女人让他们随便玩，丢尽了脸呢，就给中国人丢尽了脸，把非洲的艾滋病也找到中国来。那么跟他们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们子女没有一个去俄罗斯的，没有去朝鲜的，也不去非洲的？非洲的那个自然环境多好啊！
重庆也好，谁也新鲜，他不让他们的家属子女去非洲呢？哎，他指的就是说，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，虽然有好自然环境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权的地方，没有人权，怎么生存的呢？所以像共产党欺负中国老百姓一样，都是这种人权状况，你怎么生活呀？中国老百姓给他们欺压死了，中国老百姓能够忍辱负重，中国老百姓这么些年给当官的跪着，跪舔皇帝惯了，现在跪舔共产党的领导，也是他们从祖宗上传下来的，就这样，而且比过去更信众、更虚华了。平安兄弟啊，确确实实我也感觉现在好像生活尺度啊比以前要松动了。你们早几年逮到你直接枪毙都没有缓刑的，现在是一天七天一个月。